十年前外星人尼顿奇特电波呼叫地球，而何为引力透镜呢？说直白一点，就是物质决定时空，引力使光线发生弯曲。三木星云带的深度一直是个谜团，朱诺的探测结果表明其云带的深度可达3000公里。相关数据来自朱诺的重力探测仪，重力数据可以为科学家提供三维感知能力。四，承德多只大熊猫遭遇黑眼圈变白，五，太阳在活动剧烈的时期半径会缩小，六，死亡的第一元凶不是癌症而是它，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是由于大脑血管堵塞导致脑血液缺乏或血管突然破裂出血引起脑组织损伤，七，硬币通过巧妙堆叠形成不可思议的延伸，八，遭受火灾的建筑物表面融化的玻璃，九，世界最深游泳池34米227WL 水，15，围棋在水母上，11，一个乳牙还未脱落的孩子的颅骨，12，新型克拉扫描已经精确到如此程度，13，水平螺旋转打造的新潮餐厅，14，蜥蜴蜕皮之后完整保存的面部，15，彩色铅笔画出的海浪，16，日落和日食同时发生，17，位于挪威的巨舰纪念碑，18，几何白菜，19.1990 年的迪拜和2008年的迪拜，20，人类的杀戮，21，人眼中的夜景，上和猫眼中的夜景下，22，这个木雕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数字干扰效果，23，雷击后的草坪，24，这种 3D 打印的固定器具使用超声波可使骨头损伤愈合加快 40%， 有兴趣的可关注私信回复50个小常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